肚子都有。我看到，我都连上去了，连到了，我连到了，我看到了。哎呦，哇塞，你能看到不简单呢。哦，我也看到了。看到谁了？看到我了吗？对啊，看到你啊，看到你啊。我好像没在里面，你不会看到我，很奇怪啊。你说人是吗？有啊，已经在看了，不直播了。我在干嘛呢？你看到我了？看到。已经500个人。要么我们双方都到直播间。啊？在直播里面听到我自己的声音。就我们那个声音系统啊，别的我不敢说，不是，不敢幻想，行，咱们战友太可爱了，啊，我们今天我看啊，太多东西太漂亮了，我战友太有才了。所以说昨天那个DDoS 那个攻击，1秒钟400亿次是吗？400亿次，但是你俩的数据怎么跟人家这块的这个政府部门说高于400亿次，怎么跟你俩说不一样呢？是一个就是峰值状态，可能就是那段时间可能会累积会比较多。我们看到的峰值可能是一台服务器得到，一台服务器得到400亿次，但是呢，刚才人家政府官员跟我说，人家说不是的啊，人家说比这个高的多的多的多啊。我们再看一下，哎呀，人已经来了，来那么多人了，哎呀。尊敬的战友们好，现在是5月16号，文贵星期六啊，报平安直播。啊，亲爱的战友们好啊！这个昨天季文贵直播几分钟后，啊，咱们的 GTV 啊就被人家给黑客掉了。我想告诉大家的事情啊，昨天的这个被黑客，很多人是骂共产党啊。我会告诉大家，这件事情基本跟共产党没什么关系啊，是内贼啊、内匪、敲诈犯啊、诈骗犯这个干的事情。严格讲，是我们自己内部人干的。基本上跟共产党没啥关系，共产党还真没这尿性。昨天共产党啊，在个直播当中啊，这个用 DDoS 啊，这个 DOS 的这种最就入机的方式，大量的给你发这种信息，垃圾信息啊，高峰数一个服务器400亿次是吧？是不是400亿次？嗯，是的，400亿次啊。但是呢，政府部门说高于这个啊，他说今天早上跟我说，他说大概在600亿到900亿次，这是一个核心的。另外一个，就是到底我们有多少这个观看量的话，肯定是在3亿次以上啊，保守的说啊，他们现在认为我们大概在4亿到5亿次啊，谁不服谁过来溜溜啊，谁不服谁过来溜溜，这回这些数据都是在那儿的，我们甚至可以把服务器让大家来看。所以说战友们，昨天的 GTV 被直播是内鬼要绑架 GTV 啊，这个内鬼在3天前利用内部的给他拥有的工程团队的钥匙啊，盗走了所有的使用者的啊这个信息，这是犯罪。这在美国可以在监狱里待一整辈子啊，都不用回家了，你想回都不让你回了啊，你想死你想上被勒死都不可能啊。我昨天晚上和今天上午都在跟这个相关部门在通电话，他说你放心，他只要是在你的服务器上下载的东西啊，不管我们找到不找到，他说每个电脑都像人的眼睛一样，都是有唯一性，都是有识别的啊，而且这个时间点谁上过这个服务器他绝对可以找到啊。所以说人家告诉我，人家进去以后一看，说大几3天前人家说没有任何人民解放军和国家安全部的痕迹，绝对不是你们内部干的啊。昨天就在我直播的时候，我们的操作团队现在就在线上的，我们的 John，我们的民工啊，就在电脑操作当中，他们在偷我们的钥匙，因为只有他有一个人有钥匙啊。
我们及时的制止了这件事情，后来赶快报案了，一直到昨天晚上才全部的更新了服务器啊，当然了也更新了钥匙，进行了恢复。然后呢，全恢复以后，我们的直播啊，这个稍晚点恢复的，现在直播已经彻底恢复了啊。就是我本来准备个3天到4天的啊，叫大家失去一下 GTV， 小别胜新婚的啊，你会感觉到很想 GT。哎呦，这我又说错了，这个又提个词儿，会想这个事儿啊。现在啊回来了，大家感觉到啊还好还好还好啊。所以说，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在你们寂寞了十几个小时以后，我们恢复直播以后，2秒钟，我们的台湾美女啊，文心同志就上来了。我上去给他打了飞机，哎，不是送了飞机，送了飞机，送了飞机，送了游艇，送了劳斯莱斯啊。结果是我发现我送啥东西特，我送了一大堆金币啊。他只看着飞机了，他就没看见我送劳斯莱斯啊。然后我今天直播，本来今天上午啊，半头先生让我上他的10点钟战斗室直播，我给他发信息，我说我今天能不能不上你直播？老人家说，你看我都安排好了。我说咱下周，我就放他的鸽子，今天给咱们战友直播。啊，今天11点钟，我们很多新战友啊，我们新的中国人、新的未来的人会再次上班农先生的直播啊，请望大家去看啊。那么现在，我给大家要今天为啥我说我要赶快这个星期六每次的直播要跟你们聊一聊呢？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希望大家要知道的啊。啊，这我在这挂了，你俩从前面看嘛，如果有问题我打过来啊。好的，嗯。这个我希望大家呢，我为什么这个要给大家一定要直播呢？因为太多太多战友给我发了信息啊，发了信息啊，这个问候，还有问这样那样的问题太多了啊，特别是有些啊，是吧？这个吧？是吧？咱们这个行动啊，计划呀，是吧？两会召开在即。全世界都看着呢，这共产党怎么在这玩猫腻啊？怎么扯王八犊子？都没话说啊，让他们扯扯啊！啊，就你们看到，我现在这一直显示500啊，我这一直显示，所以说你一直在这控制当中，你一直在这控制当中啊，这是很夸张的啊，一直在这控制当中啊，非常夸张，非常夸张啊！我先回答一个问题。马上就到5月26号了啊！说实在话，这已经爆满的不行了，某个地方都已经爆满了啊！但是我们希望的是找到最重要的啊，曾经最坚定的、付出最多的战友啊！我们不想忘落下一个，因为我非常清楚，这对每个人意识到真的巨大的改变、巨大的机会啊！虽然有些人没明白，但是我觉得我应该让。值得明白的人应该让他明白啊，所以说我们还是等待着，要不然找不。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24小时就完成了任务，24小时就完成了任务。为什么还等到今天？就是要找到最对的人。这是为什么？这几天很多战友啊，你们绝大多数人都是受到了文贵的质疑，比如说给我发了一个法治基金，5月20号。5月10号、4月25号捐的啊，我就问你，我说你到时你捐这个到底是为了真的捐法治基金，到底是为了干这个事儿啊？我相信每个战友给我的回答啊，我相信有人回答不是的，我曾经捐过，比如说有个战友说2019年我捐过400万，捐了完400万以后，他说我还没有离开银行20分钟呢，警察就在路上把我劫了。结了钱我也没弄出去，警察也没怎么着我，就问这钱哪来的，这钱不能捐，然后让这个他这个公司的这个所有人都担保这钱不能再捐了啊，他说我就没捐成啊。然后呢，这个是在几个月以前啊，出差啊到台湾去，在台湾让别人名下啊捐了个15000，哎，这是个实在话，然后说这两天又捐了一个啊，我说我找的就是你啊，马上啊。甭说你投80万，你投8000万也得让你投啊！所以说这样的战友让我很感动。另外一个有位女士加拿大的啊，啪就发来了一个啊，昨天捐的，星期四啊，我说你这到底是捐了200，你是不是为这事儿干的？人家的回答非常清楚，他说
我在不同的地方用了很多人捐，但是我捐完我真的没留票据啊。但是你可以去查一查我的email，我用的都是一个email啊，我真的就去查了，结果一查这email里边，确实那个email给我们捐款捐很多次。他说我真不是为了这个什么来的，我只要告诉你文革我要参与啊，我要参与，这是我的盛世，二话不说啊，啊，这就这样。当然了，也有很多过分的，你比如说有人啊，这个光机来了100就来了，我提出这样的要求，我对不起你，这个不是你，我也不会再回答问你问题，因为你来的目的就是想弄点钱来了。但是我告诉你，绝对找错地方了，啊，特别是那些亲民贼啊，还有伪类们，你要拿着钱来试试，我保证让你拿着钱一辈子痛苦，啊，我们这个战友的队伍是必须是纯洁的，啊，必须是纯洁的。我的一生当中让我心痛的事情没有任何事情，就是一个字儿背叛，啊，俩字儿内部背叛，啊，一生中让我上火的就是这事儿，啊，我不在乎我的敌人多强大，他与我多强大，那说明他要赢了，说明我太弱了，我从来不在乎敌人多强大，我最让我难受的一个字儿背叛，俩字儿内部背叛，啊。但是这几天我经历了绝对的内部背叛啊，我们的这个平台被人家黑得一塌糊涂啊，这是一种赤裸裸的犯罪啊和威胁啊，大家记住，一定会有人为昨天的行为进监狱的，我从来不会瞒战友的，我们的服务器的很多数据是被人家拿走了啊，就是我们内部人拿走的啊，这个拿走是要死人的啊，所以昨天我马上我报完案以后，我告诉他，我说这是会死人的啊，我先给你们说清楚。你别说，我爆料以前给美国爆料，啊，你这个冠状病毒啊会导致死人。现在你不听我的，那没办法是吧？那现在我是受害者，我是直接受害者。我告诉你，如果不制止这些事情是要死人的，而且我在大陆的和在美国的这是共同的合作作案，啊，很快就给了反应啊，然后就让我们不要插手这些事情，他们来做。那么他们和我们的新的团队，啊，昨天是我们新的团队工作是最让我感到棒的一天，最棒的一天啊！这些美国工程师很单纯，没中国人快，但是非常棒。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团队当中的高手中的高手啊，这都是我们战友，也是我们战友啊，直接进来啊，这个昨天起到了关键作用啊。我们的港哥哥啊，我们的有港妹，还有港哥，昨天我们的命啊。这个昨天经受了他人生最大的洗礼啊，很天真，但是昨天技术上干得非常好啊，配合也很好。然后呢，我们的这个 Joe 啊做得非常非常棒啊，我们其他的几个美国团队非常非常好，我一辈子都证明给所有怀疑我的人看，你怀疑我的，我就会让你看到是对还是错，我用实力证明给你。这就是我老从小到大我老家爱说的。神仙养姑显大仙啊，咱走着看啊，你别听我说，你看我们做。昨天晚上我们又拯救出了一批朋友啊，我为啥不说战友，因为这几个人出来之前是最坚定的啊，是反我们爆料革命，而且跟曾经亲民贼之间勾勾搭搭，他们认为共产党啊是必须要灭，啊，但是你这个爆料革命，那这啊，结果，亲民贼啊给他们惹来了杀身之祸，啊，最后一分钟往外转钱的时候，亲民贼说帮他找人转钱，结果钱给转没了，人还没离开大陆，还没脱险呢，钱给搞没了，啊，最后是找到我了。找到我们一个战友找到我了，我说你是我们的朋友啊，在灭共反共上我们是一体的，你不是我们战友，层次文化追求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可以帮你啊，合理合法的帮你，合法的帮你，那你就是要表明你的政治立场啊，非常好啊，昨天到达了东营啊，东营啊，这个不简单啊，没在水上淹死不简单啊。
上岸先说，给日本政府先说啊，我爱日本啊，日本太好了，这是我新生命的开始。然后给我们日本的战友说啊，爆料革命终生跟随，文贵是我的神。然后一定要给我同化，因为我当时我在洗手间，从洗手间出来以后，他们跟我说了以后，我说我不想跟他同化，你告诉我他永远不会是我的战友。为什么知道吗？他的智商就不会是我们的战友，啊，上了日本上了岸就说我爱日本，啊，新生命，你就跟报税革了命。你那么容易的说爱一个人，还那么容易说否定一个人。你同样的是你否定另外一个人，爱另外一个人也是假的，也那么快，你恨的时候也快。啊，我告诉日本的战友，不能跟他有一毛钱的经济来往，不能跟他有任何实际来往，到此为止。啊，这就是我们爆料革命。日本的某官员曾经告诉我，郭先生你是亿万跟随啊。亿万呢？我说没有，你看我们那时候，我说才一万多人直播，才几千人，哪有亿万呢？日本人给我拿出来一长串啊，不是打印版的，一长串，嘟噜嘟噜嘟噜，你看我们分析的数据，咔咔咔的啊，看，啊，后来见班农先生去啊，见完班农先生又给班农先生忽悠半天，班农先生找我来要投资啊。最后这哥们现在日本好像被抓了啊，最近是保释状态啊，但是他东山会东山再起了。他曾经说了句话，在日本啊，有大批的纯正的日本人和长期在日本居住的日本人啊，长期关注暴力革命。最近我们发现了一个，也是我希望有的，日本某金融机构提出愿意和我们喜马拉雅币，喜马拉雅 reserve， 我们叫喜国喜币啊，愿意给我们喜币合作，啊，我们叫公币，就是锚定可以换成黄金的，叫稳定币啊，也叫喜币，也是喜国之币，喜马拉雅 reserve。这是我们特别喜欢这个名字，愿意跟喜币合作。我们现在有黄金啊，我们可以把黄金借给你啊，然后呢，你可以去做，你去卖你的喜币，前提是你所有的交易都在我这个银行啊，然后兑换喜币在我的银行，铸造喜币也在我这个银行。我说你真不傻，但是你遇到了一个比你聪明的，那就是郭文贵。我说你这我都可以啊。前提是你的银行资产才多少钱啊？你银行资产才100亿美元，是吧？我说那现在你先别干别的啊，你把黄金多少，你把100亿美元多少，咱们现在干一个事儿啊，我让你拿出来200亿美元的贷款，无息的50年贷款给我，我就给你做咱业务。作为我喜国的长久的外汇储备，行不行？是吧？我们也不是傻子，对吧？昨天和路德先生和我们的英雄啊视频，我们的英雄真是个天才啊，他要走到了前台摄像机前，我的妈呀，绝对是一场波浪，一场变革啊，那口才，那脑子反应，就是我和路德在他面前就好像差两代人似的，你知道吗？就不行了就，啊，路德先生把我好多事都看透了，他看得更透啊。梵蒂冈是意大利的国中之国，啊，我们未来的喜马拉雅会成为很多国的国中之国，只要我们真的是有信仰的啊，真的是。有利于世界和平、人类和平，受到西方尊重，包括在日本呢，我们也能做成日本的国中之国。它是法律宪法，你好好研究研究啊！只要对这个国家没危害，你又拿税收，啊，你有存在这种价值，当然可以啊。在美国当然可以啊。我昨天英雄，哎，
发现你了，你要整这个梵蒂冈，聪明。路德，哎呦，我知道你想干这个。哎呀，路德很可爱。路德没事了就给人家女性送饺子啊，老送饺子，打电话偷偷的，别让老婆看见了，买点饺子，我给你送饺子去了。啊，但愿不是火鸡拱那饺子，歘那饺子。哎呦，那饺子不能吃，绝对不能吃，吃了绝对跑肚，一辈子都不想再吃了。啊，我们路德先生永远是这个贼心不死啊，但愿他老婆不会看的，他老婆特别好，就这样贼心不死啊。哎呀，跟大家乱聊这儿，我再说点正事儿啊。现在多少人了呀？这还是一直就我就纳闷了，他为啥是500这个数呢？又给控制住了，对哦，哎，不是，这个是为啥老是500这个显示数，是不是又被人家给控制住了呀？我这里看的是6000，你看的多少？5800，你那5800，我在手机上看是5500，所以说你这100%数据不真实嘛，还是被他给控制了嘛？这就是问题嘛。你看我这是500，所以说这就是所谓江苏安全厅给共产党承诺的，绝不让你郭文贵还有你这个平台你的关注量和在线观看量超过 YouTube， 这不人家做到了吗？你看一直就500，这500这得罪谁了？不知道老在这挂着。哦，我这边看到是758。你看你那是758，我这是500啊，你那是5000，我这是6000。你那是6000，我的天，你这是在开玩笑？所以说你这个服务器还是被人家架劫的吗？你被人家气劫了吗？现在是100%的，这就是内部情报人告诉咱的嘛，对吧？这就是您昨天说的那个被控制住的那个。对呀、啊，就是昨天被控制那个服务器，他们说修好了吗？昨天恢复了吗？这根本没有恢复吗？你们仨就仨数，昨天那个谁，就你说是多少人观看？你昨天你说的，你那边得到的？7万多。7万多，我说观看次数就几亿那个真正的观看的，今天早上你说那个多少？嗯，你说的是哪个？我说这个，你认为是多少人次在看？就是咱们。数据哎，这谁呀？这是哎呀，真好哎，真好哎。咱们战友中太有才了，太有才。你认为是有到底是3亿人看还是4亿人次看呢？就哦，那个访问量应该有5亿左右。访问量5亿左右。对。访问量5亿左右。你才5亿左右，我天哪，比这多得多了。把访问这个，你把那个昨天骇客的那个数据栏一会儿拍个照片发给我，然后呢这个访问量那个发给我，好吧，豆豆，然后到时候我们发出去豆豆啊。咱是咱以图说话，以事实说话啊，不是以唾沫星子说话。真的。但是我有点不明白，他这个是怎么控制到每一个客户都看到。哦，拜托了，我这傻姑娘，你真是傻到家了，简直是。你现在你看到我们现在4个人就4个不同的数，太容易了，他有这种软件。昨天呢，咱们工作团队已经发现这种软件了，你知道吗？昨天为什么变成7万了？就是那就在那一小会儿，
他们把那个服务器给关掉了，结果那个软件也就那个控制软件就给关掉了，你知道了吗？你看我这还是五百呢，还五百呢，就没有超过五百过。你看昨天在这说五万七、六万七，还有看到七万九的，有看到五万九的。现在怎么样？你们看到的是6300。你看你那个6300，你看才6300，昨天七万九，今天6300，差距太大了吧？你看人家说了吧，这个我们的面具先生，面具先生来了，面具先生现在有人托我问面具先生，结婚了吗？有女朋友了吗？干嘛？想把自己双胞胎介绍给他啊？不是咱们唱歌的双胞胎啊，这个双胞胎是在美国西部的双胞胎，真漂亮，混血啊，真漂亮啊。然后就要说面具先生能不能有听说没有对象，想跟介绍介绍，七哥不搞媒人。据说面具先生很老了，也六七十了，甭想了啊。面具先生说 APP 版是500个定被控制，肯定的。这所以说你看咱们这个这不都是被控制的吗？对吧？天哪，这一不小心秘密全出来了，得小心。你看你看咱这个战友说这个，他说这个内部的领导明确下此命令，必须让这个平台不能超过100000的观战线量，订阅量绝不能超过500000。哇塞，是 YouTube 当时给的就是380000，到380000你就退回去。天哪，这为啥这么害怕咱呢？你说，哎呀，咱才86000啊，现在没啥动静啊，这15000看来鼓励的不够啊。行了，你们来继续看吧，赶快吧，看看在哪控制吧，啊，把这病毒给弄出去吧，啊，我先挂了，嗯。好，我今天我想跟战友们说这个两个重大的，我认为重大事件。接下来啊，香港我相信将会有重大的行动啊，香港，所以说香港的这场行动决定了香港的生死。香港的这场生死行动也跟我们爆料革命那是绝对是息息相关。香港这场行动跟两会啊是完全是紧密相连的。香港这个中共的两会这一次核心问题要对香港进行一个所谓的政策上、政治上和一些行动上一些重大的决定。这次两会嘛，三个主题嘛，啊，无论如何，得把香港在会前稳定住，会后啊，要把它这个香港问题解决，然后做好这个病毒啊，会导致美国一定会查封中共在海外的资产，继而可能对啊中共的这些所谓国家领导人他们所说的孩子、家人的资产啊进行查封，包括对中共国啊在海外的军事基地啊，利用所谓的码头啊运输石油开发的这些军事基地啊进行毁灭性的打击，包括在南海可能说由美国主动挑起事端啊，在发生局部战斗啊，越南以和柬埔寨，包括他最好的柬埔寨啊，包括啊，他现在觉得印度、斯里兰卡啊、韩国、日本啊都会蠢蠢欲动啊，都不是蠢蠢，都可能有行动跟美国，这些他们该怎么办？另外一个，中国现在内部的啊大失业、经济大萧条啊，将面临着社会上重大的啊稳定，所谓的维稳的考验。这一系列的东西，
大家去看看，他最后的时候，他发现他没钱，他活不了。没钱活不了怎么办？一定会在香港、台湾上下手。啊，在中国私人企业家上下手。那个擀面杖子的上海 A 股市场，香港的所谓的港股市场，还有深股市场，那个擀面杖子，你相信一直会在2800点、23000点再能撑下去吗？美国的大部分的养老金、军事退休基金、中概股将在市场上一个一个的被踢掉，跟踢刺儿似的。你觉得香港的恒生股数能撑住吗？恒生这个擀面杖子倒下了，它没办法，那个不能再加下去了。那深股呢？上股呢？上股加一起才多少钱呢？算个毛钱呢？而且你是80%是国有企业，基本上就不值钱。你在那块写2000，把你写1亿股，对外不能卖，对内外边境内不能买，老百姓也不能交易，就那几家私有企业老板被控制着，谁还在买 A 股？谁疯了？啊，那就是想害谁恨谁，就让你买 A 股去吧，就像现在一样。谁要咱要在国外恨谁，就让他去砸锅吧，砸锅就把自己一生一家全毁了，啊！咱要爱谁，就让他到这个平台来直播吧，啊！咱要恨谁，就让他去砸锅吧，一样道理。在国内恨谁，让他去买股票吧，啊！爱谁，就让他离开股市吧。但是这种接下来我说的那个3.0，即将到来的时候，战友们。你可能你将看到的共产党的真正的疯狂，啊，对私人企业家的掠夺，啊，所谓现在各省各市各县啊，都下达了死命令啊，必须保证叫税收基本点。啥叫税收基本点？就是过去我让你一年让一个企业都是定向的啊，我给你拿3000万，最低呢不能低1000万，现在就是1000万不能少。没钱咋办？没钱你是10个瓶子9个盖，你瞎挪你都给挪出来。申不行我卖你的固定资产。这个基本点就是1/3。啊，在国内的所有的企业你都将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啊，我们的长岛伟哥啊老做视频，现在是在这个平台做最好的。他身边有很多企业家，我先告诉他情况。他那个点就代表了中国这个面。就很多企业已经现在是生存都难了，但是税收上一点儿也不给你让，啊，天天做宣传，啊，税务局的省市领导去慰问企业有什么困难，帮助解决困难，然后这两会马上有利民啊，叫利民什么20册呀，啊，什么税收减缓啊，大概是1年还是2年啊？你们看公告吧，啊，税收减缓1年2年，啊，优利民啊，这个什么20册。对外改革开放啊，这个最新系列决定，什么负面清单全部取消，然后外商投资进行大额优惠啊，然后税收减免3年又要重新恢复，这是两会的政策。但是我请问问兄弟姐妹们，过去这些招没有一招不用的，用了30年了，你见过一次兑现的吗？只要你长一点点肉，就把你给杀掉。每次都是骗来一批小绵羊，傻乎乎去吃草啊！天黑西落之前就给你杀掉，就不叫你过夜。这为啥说中国是子宫经济啊？他把子宫都给你切了，你还想再怀孕再生孩还延续万代是不可能的啊！这就是现在的核心，战友们，这才是真正的。这两会又来骗了，招商引资，利民20册，税收减缓，啊，银行支持企业贷款，然后免息啊，所谓的大额贷款又释放什么5万亿、6万亿啊，就是你别跑，留下来啊，继续帮我再吃点草，把你弄死。这是对私人企业家。第二，到香港去，找香港的大企业
啊，什么李嘉诚，什么冯家、郭家，是吧？赵家啊，郑家，你得象征性马上来投资。你想活着吗？想活着，马上高调访问上海、北京、广东，啊，几个大项目高调签约投资，啊，然后是一系列的上交所新的政策公布，然后这个郑大、泰国、日本找几个爱国华侨、印尼。啊，然后美国的梁冠军都又回去了，哇，投资啦，利好啦，快去吧，不去抢不着啦，快跑吧，通通的，快来吧，又来了，啊，啊，俄罗斯的俄侨也撤回来了，啊，然后这，你去看到所有能出现中央电视台那个电视孔里边的，都是你熟悉砸锅的人，他不砸锅的人他就不会出现在那儿啊，不会有一个是我们这些战友当中的一个都不会，这就是共产党海外常年布局，内呼外应，外呼内应，内外呼应的庞氏骗局，天天给许诺，没有法律做保证啊，永远不兑现，一茬又一茬，七十年来从来不变招啊，在我们山东老家那个翻牌扑克的，一到赶集，一到春天来了，大家都是一周啊两次赶集，大家农民都上那个集上去，路过马路上你能发现啊，就有耍扑克的三张牌，你看你看你看，翻翻哪个，这个是红桃黑是吧，你错了钱给我，哎，这个你错了，旁边有几个人啊，当那个老签儿啊，哎，我压这个，哎，这个快压，这农民没去赶集呢，买肉的钱没了，回来剩点钱喝点酒又没了。这种耍老签的耍三张牌的啊，我从小他就在，我到现在他也在。而且有的是一家三代到四代到五代。这个事情对我的人生我是一直在思考。为什么这周围的村村里里乡里乡亲们能让这一个家族在这块骗你家骗几十年，就耍这三张牌，你也知道那是假的。你就老想着这个人他家里边全家不值一万块钱，你就看到他一兜子钱，旁边的几个邻居就帮着你抱戳着你往里下啊，然后把你肉钱给骗了。这是个典型的中国缩影，就是共产党。三张牌又来了，两会有新政策啦，有新政策，大利好，美帝国主义又完了啊，加拿大又打来电话了，求饶了啊。然后呢，这个非洲现在非联盟要合作了，中东的油已经不要钱了啊。然后现在私人企业家，你不是至高企业家？你看我对面讲话啊，这个李克强啊，这汪洋啊，还有这栗战书跟私人企业都谈话了。然后新政策都出来了，免税、利税，然后贷款，咵，大家又兴奋了。然后各省回去，马省市座谈，领导坐上去啊，你看看是吧？这个私人企业家广奖励，夸，然后所有人回家幸福啊。哇，咱拿了一块地，哇，咱拿了政策。今天我还跟哪领导照相了，我还跟副村长照相了，我给镇长照相了，我给妇女主任照相了，又开始一波。跟我从小见到的老家这一波是一模一样，过去是没有外商，没有港商，没有台商，现在这玩扑克的现在多了啊，也可以压虚拟货币了啊，玩洋的了，可以压手机了，把手机也给堵上了。老招从来没换过，被骗的还是中国人民，现在多了港澳台商。接下来就是这个结局。现在对香港就这几天内部下令，把香港所谓的200大企业已经开始谈话，要和中央保持一致。关于香港的问题上，中央要大动作，你们要出来发声。而且这个两会之后，你们要踊跃到大陆投资。很多港商这次不想参加会呀，香港代表啊，啊，这回没有台湾那个我是来自台湾的小女孩，那个女的我估计没了，叫什么？就是不是钟文倩啊？钟文健，我估计叫文健。那个女孩，那个五十几岁的小女孩，啊，去哪了？小女孩。这回也可能出个台湾另一个代表，但是这回香港人只很多代表是都不去啊。头两天一个香港的代表说，哎，文贵啊，我这回我不去，我绝对不去啊，
我虽然是代表，我不就告诉他们了，我说你必须得去。他为什么？我你不去，他就把你绑去。不可能，我不去。啊，我现在我在外地呢。我说你试试，前天告诉我，明确给他通知。如果你不到会的话，我们会想办法让你到会的，你必须到会。傻了？我说你拿共产党这个荣誉，你知道这个常委什么委员那么容易啊？共产党那是要你的命，要你的未来，让你家孩子都跟上去的。最后他提这个要求，我可不可以退掉？下次让我女儿上？你知道共产党什么答复吗？这次就会让你女儿上，前提是你要明确表态，你家族这几个企业在中国有投资，而且要把数额说清楚。这不是买黑帮吗？老子不去参加你这个可能传染让我致命的会，我让我孩子上去，我女儿行不行？结果是说女儿可以，你要拿个几十亿来投资，你买个这干啥呢？又得卖岗，还得卖子孙，还得卖自己命，这就是黑帮啊，比黑帮还黑。但是就最近几天我感受到香港的手足们呐，你们510那一天我是看到，我给你们说了吧，共产党绝对让你那一天成为最后的一天。抓捕背后的抓捕可以从去年的6月7号到现在，是510是背后抓捕最严重的一次。大部分人都囤积在珠海，用水船抓就过去了。而且就是所谓的掏那个掏窝子，就把很多人的家给你掏了，是前所未有。很多大货车司机直接就是以边防为有故障为名给拦在了深圳那边，拦住以后把这车上司机过去站一顿给暴打，有人给抓起来了，没有一个敢，没有一个敢站出说话的。接下来我再告诉香港的手足们，对香港更惨、更大、更坏。这是我今天要说的，对国内私人企业家、对香港更坏。当然，一旦风吹草动，就是说担心的中美关系、国际形势、南海、东海，或者有重大的一种冲突的时候，第一个就是受害就是台湾。只要台湾吧唧一枪打响，台湾半个岛给打烂。最受害的最后就绝对是台湾，会非常非常惨。而且现在这个党内共产党啊，就中国人最歧视种族的就是中国人，最是对自己人狠的就是中国人，对台湾现在所有的对美软弱无力，外交软弱无力，杨娘娘也快被抓了啊，杨娘娘一定会被抓的，杨洁篪一定会被抓的。记住我说的，他一定会被抓的。我今天告诉大家，他曾经3周是被双规的，完全消失。我说这话外交部知道，他一个字儿都没有签过。3周的时间全是王沪宁签字，到今天外交也是王沪宁说了算。我可以负责任告诉大家啊，然后让王沪宁先回来工作，是为了这个国际上现在这个影响，但他最终一定进去。王岐山被软禁，孟建柱被双规，傅振华被双规，孙立军被双规，那杨娘娘一定会进去的，那吴增是一定会进去的，这是一个上海帮，道国之邦，那江志成一定会进去的，江明恒一定不会死在这个医院里，一定会死在监狱。咱走着看。那么这些美国对外外交上的失败，所有军事上的这个冲突，就会一切就共产党觉得都是台湾的错、香港的错，这帮王八蛋欺软的怕硬的。美国我惹不起，我惹得起香港，我惹起台湾一定把你打烂的。所以听说军队最近说要开战就把台湾打烂的，甚至把它打沉的，永远不要在台湾成为分离什么所谓的分裂祖国领土的一个永远让大家心疼的长在中国人上的一个刺儿，你把打烂的。好多军人将军都这么说，说前所未有的极端高涨啊，纷纷给习近平写信啊，习主席啊，一旦历史时刻到来，我们做好了牺牲啊，
愿意付出一切代价把台湾打烂的，把香港必须收回，哪有一国两制，就一国一制啊！你能怎么着我呗？我们这一代人已经做出了牺牲，我们痛苦20-30年啊，中国将永远的安全啊，这个民富啊，泰康啊，而且所有共产党内部现在都压着一个事儿，说今年11月份川普总统肯定赢不了，川普总统不赢就民主党赢，民主党不管谁赢，共产党都赢了。啊，所以这次两会说一定要坚持到11月份，坚持坚持坚持到11月，你会发现一系列的宣传利好政策前所未有，甚至对网络言行都会大改变，完全改变啊，把文革 2.0 改成文革 1.7 了，就是降温啊。这个一再强调啊，走好自己的路啊，坚定走自己的路，最终还要靠强大，民族复兴100年不改变啊，遇到挫折还要干啊，这就是你看两会啊，我说的话你们看着啊，咱国内的战友无处不在。我现在我可以告诉大家，我现在我拿开这手机，我现在也可以让你看整个中南坑人民大会堂的视频，现在计时的，信不信？谁不信？谁敢拿出来给我打赌？把你股票拿出来给我打赌，谁敢？啊，我们都清楚啊，都知道干啥。这对我们一点都不稀罕。王岐山抓了他，抓就抓球的呗，跟咱啥关系啊？我恨他，这不是我个人的仇恨，我们是要灭共的。啊，那些人是必然要被抓的。他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工具，他是一个迷灭人性的一个机器。它是以杀人来维持这个机器运转的一个机器，不杀你不杀他就杀自己人，他就是一个疯狗啊，不咬小孩不咬妇女就咬自己的脚丫子，咬自己生殖器，他就这么一个混蛋，你知道吗？共产党这个组织，所以他一定被抓的啊。我们现在是核心不在那，我们这共产党出来玩，把这个机器给他干掉啊。所以说谁抓我都没有什么高兴，我不在乎，他不被抓我也不在乎。原来你看我们从2017年开始爆料啊，这个升了，傅振华升了啊，孙立军又升了啊，王岐山永久了，我半点都不在乎。最好是把他当主席才好呢，他升得越快是坏人，他打得越快，他升得越高下边人恨他的越多，他害的好人越多，内部的人矛盾越大，咱爆料革命不更好吗？啊，最阴毒的是什么呀？这个世界上最阴最毒的是什么？当你一个好人娶错了媳妇嫁错了男人的时候，一辈子就毁了。共产党，你把最坏的人让他当成共产党最大的官，那就是最好的事儿。所以说你想不赢都不行。你说你把最坏的人当成共产党，像王岐山、孟建柱、傅振华、孙立军，你上哪找那么恶那么坏的人去？还得找一嘟噜，还有吴征，还有马云，是吧？放在一堆去。你真的，你叫李克强这号人扮坏人和汪洋，他坏不了那个样上去。你像胡锦涛，他能坏那个样去吗？你这几个坏蛋，你在全中国扒拉找，真挺难的，不容易啊。啊，你看他吴征那样是吧？能带着老婆到处找钥匙，那家伙咔咔咔的。你能找这人吗？你看那个德行，我爷爷救过这个10万犹太人，他都说得出来这话。你说他是有多厉害？那个杨澜啪啪的一弄去了，就当董事去了，转完钥匙，前提要当你董事啊，是吧？你看他多厉害啊！你看孙立军，哇塞，这家伙杀人如麻，是不是？孟建柱那就更不用提了，是不是？简直是个人间变态嘛！啊，你王岐山那就是变态中的变态，魔鬼。傅振华，你见过那么其实那么阴那么狠的人吗？没见过啊。我要告诉大家啊，为什么过期条到今天还没改？还有啊，我怎么能把我太太女儿救出来的？这里背后有意思，我以后再大家说。坏人有时候你用好了比好人管用。你看那木兰，你看那 Sarah 是好人吗？安红、老姜是好人吗？路德是好人。
这些董事，是吧？但你这样子干点真的重要的事儿，他真脑子不管用。到现在安红澳大利亚还没队伍呢，老姜在加拿大还在那块咬脚趾头呢，还没队伍呢，是不是啊？都当董事了，这几天还你还没连个人都没有。你这要让那些坏蛋王岐山、孟建柱逮住了，哇塞，那不整一大堆队伍啊！啊，那还能过几个小时吗？不是，这坏人有坏的用处，好人有好的好处，啊，那些坏人越升官对咱越好。接下来，战友们，我要告诉大家，国内的战友们不要抱任何侥幸。我告诉你们，这几个人下去上来的人是谁？只要共产党不灭，你会看到有几个比你更震惊的，比这几个人还坏的，有一两个会上来。啊，那不是赵高、李斯这人物了，啊，那可能是张建忠这种杀人的魔王出来了。啊，你走着看，未来的两到三年，昨天晚上我在这儿，我跟一个人通电话，通了一个半小时，两家酒店。在曼哈顿现在将近抹掉40%价格要卖给我，我说我不买，除非你是现在原来的价格的25%。写字楼，我最喜欢的俩写字楼，他说我们家终身不会卖，我这个基金就在楼顶啊，我们一个基金一年是大概是1200万的租金在楼顶上住了10年，现在那个楼45%。所有的租户打电话取消合同，违约赔给你不要了，家具都不要了。啊，我告诉今天国内的战友们，美国的曼哈顿都这样了，国内任何一线城市写字楼、商场、酒店绝对超过30到40%会坏掉。你不要看现在的多好，啊，千万你别看现在恢复了好的不得了。因为接下来任何的反复，任何的反复都会把它彻底击垮。另外一个，所有的中国经济啊，这个下去不可能比3年前好，也不可能比3个月以前好。中国的经济将回到过去的10万亿美元的 GDP 以下，就富到这个程度。那整个酒店一年啊，中国酒店好在哪儿呢？房地产税低，只是员工开支水电费啊，那么这个还能维持一段时间。但是美国房地产税和员工开支和这一切的税你根本活不了，你不可能的，也就是写字楼也是这样啊，活不了。中国能活多长时间呢？活6个月到8个月，也就是今年过年前后会走入到最恶劣的状态。我说这是，咱就别说共产党有没有啊，它是人类存在那个环境必然有的。所有的病毒，所有病毒跟人类经济带来的伤害、社会带来的伤害，都会在今年年底、明年6月份以前爆发。它是个规律，它是个不可抗拒的。什么疫苗纯胡扯的，你知道我的自己的私人医生一家人全得上。啊，他说 Miles 太痛苦了，一点味觉都没有，然后是生不如死啊，啊，生不如死。这个人他就说，我一定会把我这东西我得处理处理。我另外一个医生也是敏感医生，一家两口子也得了，这是我原来这个司机啊，非洲裔的司机，一家人家好像6个人啊都得了，好像一个小孩过世。所以说你看这多可怕呀，战友们，他这种恐惧，他不会有人再像过去一样走到大街上去想怎么着怎么着。本拉登说了一句话绝对做到了，我打不败你美国，但我能改变你生活方式。911全美国全人类生活方式改变，到处是保安，到处是切克印，什么会钱都要什么反腐。共产党这回做到了，让全人类的生活方式从过去的911全美国人到全世界自由旅行，到最后美国人不敢旅行待在美国，这回共产党做到了让全人类的人不想离开家都待在家里面。啊，所以说有些男士对媳妇好点吧，啊，
有些女士也对丈夫好点吧，对老婆婆老公公好点吧，啊，因为未来人类家庭在一起过日子是你没有选择的，啊，想再出去开开心心去，这花去叫去自由去，不可能的，啊，网络办公将成为未来的流行方式，家里办公是一个流行方式。公共设施、公共交通是将遭受重大打击，这没有选择的。不要看现在六七八九十，六七八九十是人类最最就是被捆住以后，自然本能的要放开。当他发现他放开要命的时候，他自然本能就会抱在一起，会越抱越紧。啊，他这是一个 cycle 是不可能改的。啊，接下来这种事情会发生到什么程度？亲爱的战友们，共产党的疯狂。将跟全人类的政府作战，共产党的疯狂将跟全人类的经济拖入陷阱，共产党的疯狂就可能打台湾，再严死对香港，啊，因为他打对付不了别人，他就恨自己的，掐自己孩子，啊，外边人打不过，就是拿锥子使劲扎自己孩子，这现在不行了，要把自己孩子台湾要掐死，要把香港这孩子要给煮了炖了，扔到海里边去。这就是共产党，啊，中国，然后企业家，他当爹当妈都无能呗，啊，他挣不来钱，他在外面被揍了，回家来打自己孩子，大声嚎自己的孩子，这就共产党，企业家倒霉了，啊，共产党的官员倒霉了，你无能，你腐败，抓起来，啊，企业家你不交税，你不没本事，抓起来，啊，最后他崩掉了，崩溃了，到目前看，这个六月四号。还有几天，一二十天，共产党彻底消失的可能性真不大啊！这六月四号啊，那要六月四号不消失，我们咋办呢？战友们，我们就不灭共了吗？我们就允许他待在那儿？啊，不可能的啊！共产党在一天，我们就一直会给他斗到底。啊，共产党在任何一个时间，我们都给他斗到底。灭共是肯定的，没有人可以挡住，而且就是郭文贵和鲍照根本把他灭了。我相信中南坑很多人已经意识到，郭文贵和鲍照根本把我们灭了，这是肯定的，只是时间、方式的问题。你们信不信，战友们？不信的不要跟随，信的你就跟随。共产党被灭，现在我们可以说是绝对性的，只是让他灭的带走多少人，害多少人，我们以什么方式赢？喜马拉雅生态系统，在中国之外的我们的 force 和我们的金融力量和我们的队伍。我们的战友已形成了势不可挡、无人可替代，成为捍卫中国人在国际和国内人身、财富、尊严、安全的唯一可信任的力量，不是组织的群体。没有任何人可以挡住我们把共产党消灭，而且现在我会告诉大家，你们也看到了，世界上多股强大的国家超级力量已经和我们形成了战略联盟。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做好一切准备。让共产党灭亡前少牺牲中国人，少榨取中国私人企业，少对香港和台湾带来巨大的伤害，绝不允许造成军阀割据、社会动乱，还有其他国家趁机敲诈剥削属于我们中国人的海外财富和国内财富。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所有的战友们、精英们
能勇敢的和我们爆料革命站在一起，迎接这伟大的时刻。很有可能下一个小时共产党就没了，我说这个你们懂的。共产党对共产党本身的党员的剥削、压榨、欺骗，和他建立的防火墙，以及他在香港的所作所为，以及这些盗国贼的豪华财富，以及包括对中国人14亿人洗脑，对所有的9000万党员造成的洗脑和不公，因为现在的科技时代和网络，包括我们爆料革命，已经唤醒了很多国内有良知的人士，随时振臂高呼，就会让共产党彻底消灭。你怎么知道明天后天的两会会议中间没有人那个主席台上放个什么东西呢？你怎么知道不没有人嘎嘣就死了呢？你怎么知道就没有人这个反动呢？因为他们是盗国贼呀。几年前王岐山、孟建柱、孙立军、傅政华、杨洁篪不都是最火的人物吗？现在一半都没了吧？你怎么知道现在主席台那一半一直会坐在那儿呢？啊，分分钟钟都会改变。中共最近派到某些国家一些医疗队，这些医疗队出去以后，发现了外面和中国时候听到的不一样。其中有医疗队的人是我们战友，告诉我说：“郭先生，你根本什么都不需要做，共产党都会灭亡。我们做了很多好事情，救了很多人，很有成效。但是我们看到了病毒已经不可控了，而且这些国家对中共的恨，啊，他说你们做的非常伟大，就是现在是都知道这是共产党的事，过去是恨中国人，说现在。”这种恨救了这些人的命，给了人家东西，人家眼神里边在语言上是咬牙切齿。世界将有绝大多数人希望共产党迅速灭亡，没有人可以挡。这几天的钱大家看到了吧？大家看到了。全美国建国以来所有在金融界没发生事情全在我们这发生。现在24小时大家在买 G-Dollar 买 GB。24小时把那个 Stripe 付款方式给整个给付摊了，现在没有恢复。现在十几个国家的这种支付系统找到我们来，愿不愿意买，愿意跟我们合作。多少金融机构有没有合作？很多银行说到我们这开户吧，我们这没事儿。啊，我告诉大家，在共产党没有被灭亡之前，每时每刻每秒都会有大量的财富，啊，都会投到 GB、G-Dollar 了，就是我们未来的洗币，叫公币、稳定币和我们的 GB、G-Dollar 虚拟币、区块链，那不叫它俩会成为一体。他将成为中国人最安全的财富，世界上唯一跟食物链接的财富。我们叫洗币，最信任的币。每时每刻，我们睡觉的时候钱一样叭叭叭进。刚才今天早上这一跟我说了，哇塞，这简直是哒哒哒的，这是数巨了啊！支票的账号付款的，一秒钟没有停过。谁能挡得住？我现在就要最快的时间拿到2000亿美元的现金，然后我希望大家算过账没有？我们积帆身，咱不说这个平台啊，过了5月6日再说。积帆身未来如果账上有1000亿美元或者100亿美元现金在那搁，100亿美元，上市值多少钱？大家说说吧。我积帆身账上有100亿美元。我的市场需求度未来可市场就可能是5亿到15亿之间。一个人你给我100块钱，你是多少钱？一个人一般来讲都是给1000块钱，1000美金，你看我是多少钱？1-2万亿呀！啊，我这个平台我先不说别的，我很快我这个平台上我相信啊，订阅客户我一定会要突破10000万，然后迅速会到亿。YouTube 才2000万，你说我值多少钱？我2-3年后，你说我上市值多少钱？大家算算，
我闭着眼睛值多少钱，然后喜马拉雅 reserve 我们要上市啊，基币值多少钱，基刀了，基刀了，你们给我的钱那不是给我，是你们的钱，只是从国内的到了国外来了，现在是在美国法律保护下，你在你的钱原来是共产党保护下，现在你把你的钱放到了美国而已，你买了基刀了，你不是给我了，我没有权，我碰一个我都是进监狱去，这钱是你的，你未来要不你就买基翻身的水台牌内裤，然后那个水台牌的胸罩 Sara 内裤啊，老姜牌肥皂是吧，还有老姜牌的厨具，在西部的厨具啊，然后路德访谈的重磅啊重锤，安红的嘴是不是啊，木兰传奇的这个是这个美妙的声音啊，你都可以买的啊，包括现在我们一系列出来的 War Room 这些战友们都会有系列产品都出来，你可以随便买飞机大炮啊，买了是你的，钱在这儿呢，就这么简单啊，你不要买了，未来有稳定币，你可以把我换成金融产品啊，100万美金一个的，50万美金一个，你可以拿着二去哪去了。所以说你这个世界上啊，金钱它永远是找最安全的地方。大家能想到在过去啊，郭骗这个词儿现在变成了个郭信郭真人。郭三邪现在变成了郭三能，能灭共，能挣钱，啊，能信任。过去的啊，我这是郭三秒，现在变成郭三，郭三邪变成郭三舅了，郭三秒变成郭三能，啊，现在结果，你能想到这个分分钟这个钱抢着钱，你这个手机就不会停。我要10万，我要20万，我要30万，我要80万，六，我要500万，我要昨天一个战友要5600万进来，不可能，这次不可能，太大了，可以说包含了所有的领域，所有的层次，谁能想到？啊，咱这几个大平台已经等在这儿了，啊，像浩瀚的干净的宇宙一样，在那块有几个。搭好的诺亚方舟，大家给大家搭好了一条路啊，大家看得清清楚楚啊，有一个干净的啊，一个喜马拉雅号的啊方舟啊，这个平台还有 G Fashion， 还有 G News， 还有喜币，还有啊我们的 G 币在迎接着战友，然后背后是臭气熏天即将没落的在着火的啊四处在掩盖的。大喇叭乱喊的中共组织，你说要往哪去啊？我们香港的战友，每个人听到我声音都哭得不得了。我给他开玩笑啊，哎呦，我说大早上起来听到你哭得不行了。我说你哭什么？他说我还真没哭过，我最讨厌人家哭。我怎么就听到你声音控制不住就一直哭呢？我说因为啊，你哭是共产党这些年把你吓的这一年，听到文贵了，有个发言的也把他笑坏了啊啊！这位战友啊。要投的这个大钱，我说你就投一点就行了，你先拿出这把椅子我给你，接下来就可以。我说那个地方那个船上有你的位置，啊，我你比把钱放在你家斜楼里面，放在你家板凳下面好的多得多，啊，还有你的孩子，共产党不可能让你的钱拿出去的，共产党也不会让这次贫穷到回到以后还让你家里放那么多钱呢，这个钱你是安全的，你买了什么鸡刀了？你买了什么 GB， 你买了什么这个那个股票，都是你的钱，是受美国政府保护的。所以说千万别，咱们中国人有个概念啊，我买了你股票了，就像我给了你钱一样，你这个傻子吗？啊，你买他股票不是你给他钱，是你自己的钱，你还一直在你手里边呢，只有你潜意识认为我给他钱再也回不来了，被他骗了，你就给他钱了。你要想这个钱是我的钱啊，有人给我发信息说哎我钱已经汇出去了啊，这是我对你的信任，我非常不高兴。我想说你赶快把钱拿回去，你拿走吧，你快拿走，你不要对我信任，是对你自己的信任。啊，你的投资是你自己相信自己所看到的，你自己的判断和你自己的能力，你才说信任我。你在自己都不坚定，你信任一个郭文贵干嘛，你傻呀。
我们战友们一定要学会，你自己必须100%的感觉舒服了，你再去做。不论你是爱人恨人，都要这个感受。啊，这些这钱疯了一样往我脸上砸呀，是不是？啊，然后咱遇到这么大挑战，昨天有战友说明天你会不会直播？我说我团队告诉我直播不成功，但是我相信我明天能直播。那不就直播了吗？啊，对吧？为什么？我相信天意，我相信天意，我相信老天在照顾着我，这就是我们的爆料革命。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今天的直播就到此为止，我到时间了啊！啊，先，哎呦我的妈呀！现在关注才86000，我前天说完79000，现在才多了7000，战友们这是啥力量吗？啊，当然中间断了一段时间啊，这个。战友们，如果这个不迅速加一个零的话，咱们这爆料革命真的是太弱了吧，太弱了吧！十股积翻身股的认股权你都不能拿到，你还，你就看着那个在天上飘个喜马拉雅太空箭号，你都上不去，那底下脖子仰歪也都上不去，因为你没有提前做准备，着急呀，亲爱的兄弟姐妹们，行了。一切都是刚刚开始，一切都已经开始啊。对，我今天我好像是发盖特发错照片了啊。咱就删了呗。有人跟我说你发错照片了，是啊，删了啊，删了啊，没了啊。发出照片了，哎，不好意思啊。我告诉中南坑的人，只要你们敢对香港、台湾动黑手的时候，啊，我和你们任何人之间，任何一个人，啊，我都不会留面子，啊，我就会雷霆出手，我会让你看到我工位一天10个小时直播，每分钟都让你难受，让你痛苦，你会感觉到从天空中无数个导弹，啊，冲到你身上来。就是那种精神导弹啊，精神导弹，不信你看，不要在台湾、香港上啊再做过分的事情，更是不再陷害我们的国内的战友们，这是你们的承诺，不要打破了啊，打破了那就对不起了。你不兑现，你不按你说的办，那我只能这样。我今天发错照片了，不好意思啊，下回不再发了啊，不发错了啊，保护我们的战友，香港和台湾。啊，这是我现在唯一的要求，别给我玩诡计，别给我耍聪明，啊，你要跟我玩，我已经咱玩了几年了，啊，你想再试试，我奉陪到底。嗯，阿弥陀佛，光复汉唐。现在是多少啊？我看看啊。哎，给多人呢？现在是发生四百多个 ID 的话，我估计差不多有个，我不知道，不知道不说了。不是，你才8400个 IP， 这也不对劲呢、啊。你这个绝对是服务器又有问题了。昨天是将近70000的 IP， 今天这个不对劲的。昨天是79000多，七万九千多啊。啊，嗯，好，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啊！好，谢谢亲爱的战友们，一切都已经开始了。